一碰触就很痛，就是因为他那个胡子啊，跟那个口腔的病变就是都是连在一起。当初我们要跟他提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其实是非常拒绝，非常不喜欢我们做这样的，有一点像就是帮他做伤口处理啦，让他就是帮他清一清，让他也比较好过年。 因为清一清以后，其实身心都会比较舒服一点。看到了我们的仁医会高雄叶医师，已经20多年了，他在仁医会里，他自己呢也是一位外科医师。 整形外科，他投入慈济20多年了，国际救灾呢，他不会漏过，他总是呢每一次，他都报名参加，自己开业，病患很多，两个夫妻要经营医院。 但是，慈济为第一，义诊呢不落实，没有去国际救灾，他便是投入了在社区跟慈济人行动、完整，这都是长年累业啊，都这样做。 慈济人呐，不管是慈善也好，环保也好，医疗也好，总是已经接案了，一直陪伴，这就是无私大爱呀，付出无所求，行的是菩萨六。 这种菩萨六度啊，愿意布施，愿意呢，人人所自愿力，但是也要呢，持至高的人，要看得人，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脏臭，用心呢，帮他整理。 从不能接受的心灵，把它软化了，转刚强为柔软呐。他的心从对人的那一份的拒绝，变成了感恩的心。他们现在看到了慈济人呐。 都如看见他唯一的一群，不是一人，是一群的亲人，他完全接受了，这都是呢，唯有爱啦，人生呢，苦难的偏多，这种偏多的苦难人，菩萨。 看见了，接近了，投入了，庇护了，爱护了，他，这就是人间最可贵的那一种慈善的绵密之爱，是很诚恳，而且绵绵密密的。 不间断的付出，说他们是职业吗？绝对不是，他们是置业，这就是无所求，付出还要掏腰包，为这个家庭、为这个人所需要的，他们要去补充给他。 所需要的，人人掏腰包。
人人无所求，人人呢爱的绵密啦，心连的心，手牵的手，为一个人的心灵环保、身体环保、家里的环境环保，统统彻底做到，让他呢焕然一新呐，真的是很不简单。每一次提起啊，这一群菩萨都是很贴心，他们不只是为我们的四大事业，还是呢八大法印呐、步步呢都有他们的足迹。盖医院好啦，他们呢紧接着当医院志工；学校盖好啦，紧接着当慈诚仪德。爸爸妈妈，那大爱台盖好啦，他们呢回过头来，环保就是护大爱。都是无所求在付出，还要点点滴滴呢慈善为根本，这就是四大事业，慈善护的慈善。所以我们呢能慈善夸到了这全球90多个国家，这都是呢慈善点滴付出，扶持了慈善，扶持了医疗，扶持了教育，扶持了人文，还要呢落实社区，还要国际救灾，还要环保尽心力。环保不是随手做的，是时刻不分昼夜，哪怕呢暗时做个停更，为了维护呢大地干净，他们的分类啊是一个大学问的大智慧，很专业，而且呢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大生命，这都是呢很令人感动啊。社区互动长照，他们很深入，很多很多啦，成为呢四大八部法印，这都是他们在承担，看得都很感恩，天天呢要说的感恩是说不尽呐。各位，旧历的新年已经过去，现在开始要迎接的就是春回大地啦，展开了我们的新新年年。那你心嘛、心连连呐、将古历年呢，那化成了我们的心连连连呐、人人连心，和和互协，面对了新的新春，迎接着新的气候，春天来到了。把春天回大地，万物呢回输，那让它大地心灵的心地啦，也要春出了这种新芽，立我们的心愿呐。今年要比明年呢更连心，更和气，把这种。守护着医疗、教育、人文、慈善，都是和和汇合起来，这就是春天
已经到人间了，万物呢都是崭新冒出来了，期待今年的新春年后都是和和和谐，感恩过去大家爱的能量，那祝福未来呢和和和谐，这个春回大地啊都是永恒的大愿力，这是对大家的深深的感恩祝福，祝福过去还要呢感恩的未来的每一天，日日的用爱付出，感恩